早上6:37，起得够早吧？晚上睡得早的，早上起得就早。这是矿泉水，今年不再喝自来水，自来水有水质。水质不好，这样的矿泉水10块钱一桶，一桶可以喝个3天。天还没亮呢，今天应该就没有人到这个地方来。艾草，这东西除湿，这腰好，放在这里，这一盘香可以3个多小时嘞。花，你要不要出去玩会啊？继续吧，拜拜，早点回来啊。我不陪你了啊，我还没吃饭呢，你去不去？害怕，胆小。星星月亮都还没有下班嘞，我起的是真够早的，早点回来啊。回来了，回来，我觉得好害怕哟。干饭时间到了，今天给他加半根火腿肠。拿下维生素，火腿肠被猫吃光了。爸，对不住啊，给你加一个罐头吧，蔬菜罐头。你那么多，你怎么吃得掉？吃这么快？早上起来事儿还是挺多的啊，有没有发现这沙发有变化？对，没错，我给它剥了皮了。小花身上来例假，总是滴好多血。那个拆了换成剥这个汽车的座套皮，100块钱一个，4个400。就是不防抓，我希望他们不要去挠它。还是挺好看的啊，早上起来喝一瓶。安慕希。又到了饭店，干饭人干饭时间。第一个冲向饭店。对了，问了。来来，干饭人，干饭人准备喝奶。猫姐子，你上来，上来，快，你喝这边。走吧。不烫啊，喝吧，好喝的，好喝的羊奶，羊奶粉，这个牌子还可以，又买了几罐，叫这个牌子，
毛是真胖啊，妈不是假的呀。花今天胃口不好吗？花呀，今天胃口一般嘛。收起来，定。昨天吃的是一瓶盆的，今天吃少了，放这里面，下午拿出来给他吃。现在是一天两顿加一顿，来来来，加一点小零食。哎，这是我新买的艾草的熏香，你瞧铜盒子很精致啊，凝神。调小一点，22度就行了，省油啊。干饭王，舔完了。看多好，碗都洗了洗了。猫喝两口不喝了，剩下的全是它。他在大便，好臭啊！哎，好臭！咦，恶心呢！你好恶心！你吐死吐死！躺在沙发上来一个回笼觉。静静的等太阳上山，天快要亮了。嗯，我们都躺着呢。嗯，好吧，想出去的时候就去那转啊，我就知道了。咪咪，就这么躺着。来一口啊，想得美。天亮了，小白来了。小白，昨天有人说你真白。嗯，来，来，来，给你一个，吃。花花，别抢他了。你这臭狗、啊！来来来。不是你，坐坐坐，给小白的。小黄回家了，小黄住在这个建筑里面，他一个人住。嗯，小白，你渴了吗？小白，你别过去，不是，来，去吧。小白不吃火腿肠，好奇怪、啊。这个建筑是小黄的家，小黄从那门槛凑就钻进去了，给小黄了。小黄只有三只腿。小黄，小黄，来，来，来，给你，你还进去抢呢？
不要再去跟他玩了。他很可怜，就三只腿跟人打架，那腿都被人咬掉了。哪受伤了？他也很可怜，知道吧？本来人家不想跟你玩，那只狗很警惕。可怜的小花嘴唇被咬了一口，还好。你们打不过他，你这么战斗力弱的爆表，你这个是个渣渣，你知道不？你是个战斗力渣。垫脚渣，你就是一只战斗力只有三的渣渣，渣渣花。你这鸡皮狗骨头，嘴唇那破了一点，他真下口啊！小花，渣渣花受伤了，渣渣花。野狗的领地意识很强，在这里我喂了它小半个月，但是还是很难跑，就是跟我们相处，受到的伤害比较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最近买了两箱这样的狗粮，我也给走的时候给清洁工两袋，让他没事在这墙角放一点，他们来吃。就是他划定这个区域里面是不可以有那个别的狗的。小黄就是这样一只狗，那个小白以前是一只宠物狗。都无所谓了，把这狗粮倒在这里，一会儿就来吃。就这么多，他们三个人可以吃一天，他们吃的很少，流浪狗、野狗吃的都不多，大公鸡报晓了，我们渣渣花又输了。来第一天的小三个腿的小黄就给他上了一课，几十不记打了，没事，就是嘴唇这里咬破皮了，没事，一时半会儿就好。山上的小白都不跟这个他玩，他管不过他。这是小黄的家，黄桑，黄自己去了。他们吃的很少，到时候他也不吃，而且他们警惕性很高，他们不乱吃外面的东西。我一开始喂的时候他们不吃，然后过两天熟了吧。那就吃一点了。你在地上扔个鸡腿，它闻都不闻，因为它害怕被毒死，因为它都经历过这些事儿。你来找小花的吗？这是山上的第二个小白。花桑被我训了一顿。渣渣花，就嘴唇那儿破一点，没事儿。他胆小，他花一来他就跑了。给他倒的狗粮在那里，他一会儿就去了。那是三只小狗一天的量，那个是小黄一天的量，吃的可少。小白去吃饭了，几个阿姨都跟我很熟，一开始我倒他都帮我扫掉了。后来我跟他讲，这是给狗吃的狗粮。